这些打完，我九点再统一做说明。就是那个消息真的让我有点不大爽。可以了。Hello，Hello。嗯哼，等等九点的时候，你们想知道什么就问吧。啊，干嘛？干嘛？打招呼？打招呼？那、好臭！对啊，先看我打战者干嘛啦？插西郎，别冲哎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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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他就在那边一直吵啊、啊，他应该是要吃饭啦，等一下是不是要吃饭饭？那这局打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先去床上躺着，等一下我帮你弄饭饭。嗯，去。我就说等一下啊，怎么那么欢啊？
啊，超烦。哇，哇塞！我堂堂一个虎士，还只能拿白板炮，太失落了。没有白痴吗？你要洗猫是不是？他现在桌子下不大爽。啊！好，我去弄。Hello，Hello， 会啊会啊，这次世界也会爆弹药价的。哎呦，我们还要赢了，干，这就是我的首胜，生气。
大家不要慌，猫吃的饭就会安静多了。这你不能吃。哎、欸，因为我的英文有点差，我有点不大确定。不过 ，lag 好像是 lag 哎、欸。哦，那个刚刚吃到饱，他不要。你要是每天没有给他肉肉的话，呼呼。好，赢了。下一场。好像是这个样子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样，因为我看大部分都是打 LAG。 欸，就是我们这边可能会有点吵，希望你们多见谅。然后那个11点那个直播结束之后，我跟我们家人会去就是拜一下大甲妈祖。没错，我看一下，然后我是头车，那么我们去九号线好了。现在还没有，等一下才会开始热闹。哦，对啊，大甲妈在绕境。你知道我昨天的时候啊，我们家前门跟后门都被车子给停满了。然后啊，那个，然后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自己一栋的嘛，然后前面不是都会有骑楼还是什么的吗？然后那边骑楼那边就有人搭帐篷啊，有人睡睡袋这样子。然后我在开铁门的时候，我就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很怕吵到他们。可是不开铁门，我又没办法回家睡觉，所以我就只好硬把铁门给打开了。然后开了铁门之后呢，我就发现那个帐篷里面有人打那个手电筒的灯，这样子啊。然后那个睡袋人也有扭动一下，然后我就在那边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吵到你们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哦，你们继续睡，拍谁拍谁这样子。然后也只好这样。不然不知道怎么办。
很尴尬哦。完了，整个停了，整个停了。哦，摔着。哦，我居然没事哎。对啊，明天会回暖，所以就。太多了吧。完了，又要死掉了。北港妈祖绕境的话，应该是农历的3月19。嗯，好好吃。Hello，Hello。嗯。哦，对啊，哦，肠胃炎超那个的，对不对？超痛苦的。北港的话是农历的3月19、3月20，然后义阁游行会持续5天。义阁就是那个，然后就丢糖果下来。真的哦，肠胃炎真的很痛苦，而且我上次肠胃炎的时候，我还超想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时候真的是想数的心都有了。真的是想数的心都有了。哦，没有啊，我也才休息个3天。哎，以别的实况组来讲，我算是很勤劳了，好不好？我。Hello，Hello。我记得我那一次好像上吐下泻到，我的那个，上吐下泻到我好像后来去挂急诊，然后才有比较好。哦，那时候超痛苦的。
当日英雄要获得一个王牌驾驶，这太难了吧，而且才10000块，我们这么搓。对啊，我们这么搓应该没办法吧，有点难。21000可不可以，不可以换那个28000。好，我再撑一下，我再撑一下，呼咻呼咻。对啊，16号的活动，哎，你们16号还要不要跟我来去吃那个谁的乌龙面啊？还是你们大家都不想来陪我吃了？喵，你们这群有异性没人性的，好失落。哎，有人在唱歌吗？那不是我唱的哦。是 PS4 里面有人唱。体調コーラ。PS4 での操作が地味にむずいんだけど。PC から来たやつか。PC から PS4 に来て初心者狩りですから。PC でのちょっと戦績教えてほしいですねとか言って。有日本人ね。まあ、打完再说。ちょっと失礼。味方。いや、これは負け臭いよ。敵の方が選手強いな。找一下我的线，因为进行台日交流，台日交流。やばいやつが来た。誰かあの T29 追い返して、あぶね、でもダメか、 I3 に撃たれる、間違えた、こっちってどっちだか分かんない、やばいな。我要说日文吗？よろしく。没了。4号ラインちょっと1、2台入れ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。てか味方のやっ、ダメだ。決戦者もうスポット無理か。で。マジ劣勢だな。でもなんただただ単に負けチームだから。縮小。勉強。哇、好香哦。哦、怎么还有？哦哦。こんにちは。ダメだな。うん。あ、危ない。那我要跟他们讲啥？
べえ。榴弾が弾かれた。他们好像没坚守，里面是真的。哎，嗯。我已经吃完一颗了。知らねえよこれ。あんだけ固まってたのにやられるとか意味わかんない。いやもうこれはもうちょっとルートまずかったか俺の師匠。やばい、めちゃめちゃ大戦力がいる。無理だ。あ、爆火焰吃不下。使えねえ、ティア8。我先放着、等一下吃。どう使う？放这里。よく使うゲーム。あ、撑死。真的，我等一下要后门失守了。这干杯有毒啊嘛！よく使う言語日本語。妈，你看。イギリス思想。いやでもほぼ日本人部屋じゃん。下手くそのくせにマイクもつけない。很没品，对不对？嗯，どうだかね。我刚刚私讯他说要没品就大家来啊，我把整个对话公布出来，我看谁没品，给他留面子，还给我出去造谣，太过分了。Game chat つけた方がいいよね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声出しでもしてりゃ。好，我跟他说，要关了。Hello， 私はロミオです。好像听不到哎、欸。これ俺のせいじゃないよ。これは俺のせい。麦克风好像听不到讲话。哦，我刚刚不是说粉丝团的事，是另外一个的事。是。哎，等到八点九点的时候，哎、欸。八点九点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好了。哦、oh, 我们来看看。我要怎么看有没有启动语音啊，确定有吗？我怎么觉得好？因为我觉得很智障啊！我觉得这叫做心虚的笑。什么游戏？什么游戏？哦，对啊，战车少女。我连我的那个开台格、关台格都是战车少女。
Hello, hello. 大哥好啊，今天礼拜二对不对？等一下有那个那个什么卤蛋当家。卤蛋当家。我这台虎视宝宝是哟干赏，哎干赏，刚刚有日本人呢、欸，然后我讲了一个我在喜欢罗密欧的，然后我就自己觉得很智障。Hello Hello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空再看。啊，如果你们想问什么，有的没有的话，你们就九点再来。九点我开时间让你们发问，你们要问啥都可以，我一律照实讲。不过我刚刚收到一些消息，让我听到有点不大爽。所以那个事主如果到九点还没有出来做总说明的话，干我就要全部都会讲出来，他妈没品，大家一起来。这张地图有啊，有出现在电脑里面哦，我真的是每次 ，Hello Hello， 哦卤蛋小当家哎、欸，好可爱。可以啊，可以编啊。你需要我把男主角拖出来让你们编他吗？这点没有问题的哦。OK 的是。就我平常都一直跟你们，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。就有人在哭诉什么，好像我在骗他，本来就要买一个钢琴的啊，哦什么蛙哥的啊。好像一副我叫你们买钢琴，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我他妈当实况主这么多年，我连你们抖内太多钱，我都会叫你们不要抖。然后礼物我也是叫你们不要给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居然还可以发展出我跟人家要东西，我到底是要了什么东西？他妈最好拿出证据来，没有拿出证据就试试看，拿不出证据就打架来啊！哎呦，这是怨念吗？特别会中。啊！不要追不到，故意在那边给我摆烂了。我他妈当实况主以来，什么事情我都坦荡荡，敢这样子乱讲话，试试看。啊！我屁股被钢了，笑死！
都聚焦。哦哦哦哦，欸，要不要我你遮个脸，然后我让，我让观众看猫咪，你把脸遮住。垃圾。阿咪在那边。啊，我妈在干嘛？我是没有看懂啦，不过我视讯还是有照到我妈。你看阿咪在那边，啊，怎么不摸了？怎么不摸了？好孤单，一个人躺在那。好啦好啦，可以可以。很烦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你刚刚这样子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照到你。我不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就这样子遮脸就好了。然后你这样子，其实还是有看到，我快笑死。漂亮吗？我妈问漂不漂亮啦，她漂不漂亮？我妈问的。无啦，白死死的，惊死人啊，敢那鬼的。白死死的，敢那看到鬼。好，如果你想要问的，你就九点好不好？九点我会把男主角拖出来，你们要怎么编他就怎么编他。我也觉得他没多好啊，啊，超够飞的。谁抓的、啊？哎，有人说你跟阿咪是相反姿势，哎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，你说中了 ，I got it， 我快笑死了。有啦，观众说有漂亮漂亮。对啊，我买了两个猪猪糖米，没有一个，本来一个是让我妈，一个是给我妈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后来我看我妈躺得挺爽的，我自己也买了一个，自己躺。没有，我有跟他讲说，你最好是对我好一点。我这边万千观众在看啊，你说啊，到时候怎么样？我要贴到粉丝团就死定了。我还说，那又敢凶我哦，贴粉丝团，现在自己人小白还凶我啊！观众集体踏伐，这整个就霸凌哎、欸！我的妈，吓死！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抓赛！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哦耶！被占领啦！哦哦哦哦！我这个炮车使劲儿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那个是他们给我的内容不对吗？内容错了吗？我看看。哎、欸，快点帮我粉丝团按一下那个赞啦、啊！不是，我是说那一篇文章按个赞，不然我一直重贴三张，然后那个粉丝都没有什么人，真的很尴尬。要帮我贴个赞。内容不对吗？对啊，我要参加粉丝团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对的、啊，是对的、啊。哎哎哎，拜托啦，帮我那个啦，真的啦，不开玩笑，不胡乱。我看有没有网址。我真的是很尴尬，那篇文章重贴好几次，为了帮他买一下广告，因为像这种的啊，然后。因为那篇文章现在尴尬的是，我重贴了三次，然后那个按赞数一直不见，快帮我再按一次。PS 是如果物理引擎，那我大概应该是报现场参加，报现场参加，因为每次有像就是如果说有厂商来找我，然后会希望我帮他们贴文章的话，其实我知道我的粉丝团没有很多人，但是我还是会希望厂商能够高兴，所以我一般都会帮他们下个就是下个100块或200块的广告这样子，然后但是今天广告下了好几次都一直不让我过，我真的是很尴尬。粉丝团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有一篇那个 Acer 的什么文章，我还比个耶的那一个，拜托拜托，帮我再按一次。
我知道让你们为难了，拜托再帮我按一次。因为我广告一直下不过去，只好重贴了三次，这次第三次终于贴过去了，这样子。因为你知道，就厂商很看得起，就是会拿工作给你。其实我住那么远，所以我每次拿都拿蛮多的，因为我还要把车钱算进去。但是他们还是很愿意给我机会，所以我一般都会帮他们需要贴文的部分，我都会帮他们下一个广告，这样子，希望能够帮忙。嗯，哎，亨利，好巧哦！我今天要播到晚上三点，再来玩到深夜吧，再来玩到深夜吧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我十一点我要去，我跟我妈要去用那个要去拜那个大甲妈祖。怎么我哪敢霸凌你啊？干啥？你自己说，你是不是先来霸凌我，我才霸凌回去的？你这是引起众怒啊！咱们都要低调，就你特高调。啊，不行啊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跟我女朋友去吃西提了。呸，西提！怎么不说啊？时间到了，我要跟我女朋友去吃吉野家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是，怕人不知道去吃西提。哎，对对对，就小恶魔那一张。其实那一张照片后来看一看哦，那个谁啊，那个姚哥真的把我拍得很好看。然后啊，但是出了一点问题呢，就是我的下盘实在是有点稳。对对对对，我吃西体，西体妹，所以才会犯众怒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怪我们。哎，这也是改了吗？变得好平坦哦，还是我错觉？我看一下，嗯，应该是我错觉。哎哎哎哎哎哎，错觉又错觉，我勒个擦的嘞！对呀、啊，就在那边，在那边，还在那边打字哦。等一下，我先开自动驾驶，就在那边。什么？我要带我的女朋友去吃西提。哎呀，时间又到，不行，我得赶快出门了。哎呦，不住一起吗？哎，急着要出门。嗯，定位15分钟以内到都可以啦。这实在是很无奈啊啊！哎啊，所以你们16号到底要不要去吃那个乌龙面啊？啊，对吼，我那报名表还没贴出来。到时候我贴在罗马，我要去吃乌龙面啊，会不会没人报名啊？我妈在那边问。但不要这样啊，大家不要这样子，不要有功夫无懦夫的。哎，没有人要回去哦啊，哇塞，啊，算了算了，输就输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因为台湾人其实很贪心，你去看那个吃到饱的，大家在夹的那个嘴脸，真的是其实是很恶心的，所以。我觉得也不要有吃到饱，因为台湾人不会有那种就是哦，我来吃，我吃到真的饱就可以了。台湾人不是吃到饱，是吃到撑，吃到死，好不好？真的太夸张。然后东西一直夹，然后食物又很浪费，没有人是真的这样子。我们输了，我也来不及回去。对啊，还直接同居耶、欸、好想喝水哦、喔、等一下再去拿水之前不是有4G吃到饱吗？然后就一堆人拿来开始猛下 A 片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猛下 A 片什么的？你看这么贪心，对啊，而且还狂夹，然后反正就是
吃的嘴脸很不好看。你知道我跟我妈去吃那个寿喜烧的时候啊，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是点个两，就是拿个两盒，然后吃到饱，然后吃一吃哦，饱了就好了。然后那个小姐跟我说，她从来没有看过有客人来只有吃两盒的牛肉，就是一盒啊，然后铺几片的那一种，有没有？有吃过寿喜烧都知道，牛肉一来是不是就一盒，然后一盒里面有几片？我跟我妈加起来吃四盒，然后小盒的哦，然后再配一碗饭，我们就吃饱了，一些菜我们就饱了。然后他说那个店员一直说啊，你们两个怎么才吃这样？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，这样子。然后还一直跟我说，他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只有吃这样的。我说啊，不然来的都吃怎样？叠起来，我不知道啊。拿手机网下 A 片，还听说。对啊对啊，我们不是说要一起去看那个谁吗？然后集体客诉他。对啊，所以后来不是有说了吗？就是现在才比较没有什么4G吃到饱的方案就改掉啦，因为本来是要怎么样，后来就大家太贪心了，所以大家就改掉了。商人怎么可能让你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要提早啊，我大概啊，像那个要提早什么时候定位啊？我也搞不大清楚。我看我们等一下晚一点，我把那个贴到置顶，然后你们赶快报名，然后礼拜四、礼拜五的时候我去定位。礼拜四、礼拜五我去定位，然后我们去吃那个吃那个乌龙面。妈妈要不要一起去？好吃哟。对啊，高资质啊，像我这一台也是4G 的，那要吃到，他说他叫我去申请吃到饱，不然之后好像都没有吃到饱了。然后那个4G一个月哦，我这样子我什么事都没做哦，电话都没打哦，一个月4G 就要吃到1400的手机费，超贵，1400的手机费，然后几乎全部都是网络的钱，这样很夸张。这个炮管是不是他妈太长了一点啊？干，好像蚊子的吸管，好夸张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去体验一下。攻击力超低的，你直播可以赚钱吗？差不多啦，可以温饱。我好奇刚刚那一发到底是要打谁？是打我吗？会啊，蝶舞的三场之后，我们都会有办，就是顺便办个网聚啊，就是大家聚一聚。所以蝶舞的三场活动，我通通都会去这样子。然后结束之后，我们大家再一起去吃个饭什么的。Hello, hello.
哦，这 KBS 屁股超牛。不好意思，我昨天没有开台，我昨天去那个，我还有做别的工作吗？有啊，我有开，我是开补习班的，所以你看我都会讲话，会各种教训。我操！是啊，我是开补习班的。杰克森这么凶啊？哇，北威欧，你觉得补习班很赚哦？哦，七底洗，你看请一个老师要多少钱？两万、三万，还、啊、一个学生，一个学生多少钱？两千。那两万你要几个学生？那你觉得老师两万请得动吗？肯定两万五以上嘛。那一个学生，好，给你算贵一点好了啦，2500，2500算3000啦，这样你觉得嘞？你看要几个学生啊？租房子的费用呢？啊，租房子还有水电费嘞，对不对？电费一定比较凶啊，你敢没有冷气？你敢没有冷气，家长还不客诉你。然后接下来每个家长进来那个蔡老师啊，就是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幼幼嘛，有没有？妈妈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家的宝贝啊，我们家的幼幼啊，我们家的谁啊，哦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老实的孩子，每一个小孩一个比一个还奸诈，每个都有手机，最好是我觉得这些家长完全都不了解自己的小孩啊有多么的干巧。他是不怎么说谎的。放屁，你儿子谎说的最多，中笑哎。你们这些家长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吗？胡说八道。每一个来，我们家幼幼真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。就勉强打平啊，勉强打平。你看看那个电费得耗多凶，灯光一定要充足，不然写久了他们会近视。勉强打平啊，没弄好还会扣，这样快考试了，考卷出特别多就会亏钱，这样勉强打平。我觉得我当这个实况组赚的都比补习班多，赚的没有，我只是乱讲，哇，刚好有个叫阿佑的，好啦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家鬼鬼啊，哦，我们家的喵喵啊，类似这样，没完没了，每个都说自己小孩最老实，搞得好像我是不是最奸诈的一样。我们家的肉肉啊，我们家的博山啊，博山，我们家的英国刘青云，云云，嗯，我们家的云云，我不知道啊，还好他们都不知道。啊，哪那么简单？哎，妈妈，我们的电费是不是都很凶？都是上万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的电费都是上万的。我们家的加油啊，有油，有油。你不知道那个小孩子啊？哎，他现在小孩都知道，我们补习班老师不可能打学生。吼，那个态度，跟他摇摆你啊！我跟你讲，功课不写，等他妈妈来这样，反正。
就不洗啊，然后一步就是反正等一下我妈会来接我哦，因为我等一下要补什么洗，干你娘，你现在就立刻给我洗完，不然你死定了，我告诉你。内心 OS， 表面上是你赶快写完，不然等一下你妈妈来，我还是不会放你走。妈妈一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放她走，就开始哭。老师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下次啦，吓你妈，现在就给我留下来。你小子还他妈没完啊！你家是都拿去打0204的吧？不然你家的电话为什么是上万的？我不懂。你都打0204哦。啊，是他跑了，算了。对啊，每一个都是孝子，你知道。对，因为这种很无奈，因为他知道你不敢打他，但我们真的是不能打他。你敢打、啊？我是不敢的啦。我还活不活啦？这钱我还赚不赚啦？我觉得当开实况、当实况主都比当补习班老师轻松。我当实况主，我还可以呛观众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你开补习班，你敢呛学生啊？谁敢？学校老师也超油条的，反正补习班会教嘛，他就干脆不怎么上课了，这样，什么东西都丢给补习班教。哎呦，每个来出了功课，你会吗？不会。老师在干嘛？全部都补习班，来，通通来，带到小教室开始教。嘎嘎，给，学生还急着要走，我还急个屁，急着要去补习啊！我说那学校老师还没教，你让我们上完这堂课吧。考不好要算补习班哦，考不好算补习班哦，学校老师没教都不算在内，是补习班的错，因为你补习班没教。哪有吼？秀光先生自己先呛我了好吗？吃西提吗？看你怎么在吃，老家老戏。他跑了、欸，我还打不穿他，好尴尬、哦。真的没办法，我们当补习班老师压力很大，一定要呛一下观众才可以，体谅一下啦，不要这样啊哈！炮打坏了吗？我在干嘛啦？幼稚园有体育老师，别闹！幼稚园他们连教都不教好。然后又一直想要扣着一二年级的学生，因为可以多赚一点嘛。然后最后衰的就是补习班啊，因为你看教到那个三年级的时候，那个字也写很丑啊，那个英文也写很烂啊，数学很欧北生，然后才在那边带来，我的儿子他功课好像有点问题，干谁打我？然后那个账都要摔在我们补习班头上。老师，我觉得他这次的考试好像有点不是很理想。哇塞哦，明天来，那我屁事。你儿子考卷就不写啊？啊，谁叫你每次都来救他？怪我喽。真的，所以不是真的补习班就是这样。不是体谅一下哦，实况组不那个补习班老师真的好辛苦哦。怒 cap 一波，我就挂网，我连修的钱我都要省下。那个炮手是被挂在外面，
压力超大。嗯，不开个战车，压力大。实况组超爽的好吗？实况组顶多就是要烦恼一下游戏要玩什么，不然台打开就开始呛观众啊啊，不是很会吃西提，然后再呛呛别人，再呛呛谁？哎、啊，东东，挥个手，东东宝贝儿，大概就这样啊。而且你知道上次有一个学生他在玩什么呢？全民枪战，好好笑哦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外面玩全民枪战，然后我就凑过去一看，我就说你这个是不是全民枪战啊？然后他就说对啊，老师那个时候有帮他主持记者会、欸，然后他就这样看一看，哼，我说那个屁呀、啊，啊妈妈就是那个谁啊，有没有那个屁呀、啊？去你的，你还哼。我学生还呛我嘞，我学生还哼我，对，我只是说西提，你干嘛那么敏感啊？你看到你一听到西提就觉得好像打了一什么关键字。哎，潜水哥好，我也觉得，那个什么结婚男朋友的事情，我九点的时候开放让大家询问，我们还可以现场 call out 男主角，让你们去踏伐他。罗喵要续约麦卡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看麦卡贝还要不要留我，不晓得麦卡贝还要不要我。你看，对啊，哎，西提可以去当那个啊，不是啊，那个韩秀光可以去当西提的代言人，笑死了。对啊，这哎，谁打枪我就说谁喽，谁打枪我就说谁喽。哦，自己对号入座，还怪我。嗯，你看这种人，嗯，没有要爆棚，你们要问啥都可以问。九点统一问哦，啊不是统一，九点全家问哦，好不好？不要急啊，九点人比较多哦，大家可以问个爽，大家可以问好问满。对呀、啊，不晓得，麦卡贝还留不留我？毕竟观众没有以前多了。嗯，他干嘛？这谁？五二，好，交给他。他是大哥，战车要打好打满。这么胖，一个人待那边看看。哎呦，这是 S 六吗？没看错吧？啊，断腿了吧？鸟腿狂打。一个 S 六没了，笑死！啊，悬吊一回。没有啊，你白痴哦、喔！我们不是一直都大家都是朋友吗？这会因为我开实况或没开实况而任何改变吗？并没有啊！干，我又歪炮了，都是你们害的！哎哎哎，出来，出来！我不想理他，我不想理他，算了！啊，已经坏了，都你们，都是你们，你这边讲西提，你们的我的啊那西的心挂给鬼。God, 我眼睛睁坏了，眼睛睁坏了啊，各位！哎呀，
上坡不了的。啊，苹果记者，我到底是观众有几千几百啊？如果今天是有谢杰林的等级的话，也许新闻还会有点价值。玩干嘛啦？没位了。干，我好不容易才爬上去，要降下来。那我先走好了。啊。对啊，秀光滴滴一听到西提他就很兴奋耶。以后我要叫你西提小王子。西提小王子。哎，老实说卢思奎我连那个店长什么样我都还搞不大清楚。我常常听人家讲哦，你去吃卢思奎，卢思奎，我连卢思奎长怎样我都不清楚。先生有事吗？我七阶，你尊重一下好不好？想太多的，发表个，你们再幻想吧啊，再换吧，再换吧。开什么记者会？我到底实况是多少人啊？我的粉丝团连一万都没有，你们在那边跟我讲记者会，太好笑了。不用啦，我也不稀罕吃那种。我跟你说，我并不是很想要吃什么，吃王品啊、西提啊什么。我有去吃过那个，哎，妈妈那个紫色那个店叫什么？那时候我跟你去吃的。你跟我说什么那个套餐杀小杀小的很好很厉害什么的。还有一间紫色的店叫什么啊？紫色的店叫什么？我现在想不起来欸。你们知道叫什么吗？好像也是王品他们的。靠背，我连卢思奎长什么样我都没 no idea 好吗？啊，对，陶板屋啦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对对，陶板屋，我有跟我妈去吃过一次，然后我觉得我能够接受那个里面的店员来服侍我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店员就是几乎都是要跪着在伺候你，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搞这样真的太夸张了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我只有去吃过一次而已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如果是自己的小孩的话，干那心得多凉啊，对不对，妈妈？让人家的小孩这样子干，人家的小孩就不是小孩吗？太扯了，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哎、欸。像卑躬屈膝的服侍，真的有那个必要吗？这个钱我吃不下去，不是说没钱，而是我不想这样糟蹋别人的小孩。你胆子太小吧，这样都会被吓到，所以几乎要跪着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，你那个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感觉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真的是 ，I can't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几乎都是快要跪着了，就是对半蹲跪的状态。你如果要走日式风格的话，那你就应该要用和式桌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还可以这样子。可是去的时候没有，是怎么叫心雄问题啊？这位先生，靠腰你了，是心态的问题。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样子。就是，哦，我觉得这样子我实在是受不了，吃不下，虽然很好吃。
妈妈有一只很吵的猫进来了，好可怕。新熊是啦，可是可是我真的哎呀没有办法，我觉得你可以服务态度好，但是没有必要态度好成那个样子。我知道啊，我的意思说半蹲跪啊，就是卑躬屈膝的这样子。靠呗，我们只是付个钱，我也没有那种想要进去把自己当大爷的心态，好吗？我就是吃付个钱，然后吃我想吃的料理。你只要吃服务的差不多哦，只要正常，你不要说盘子端过来了打他一紧啦。你不要服务生是这种态度的话，我都是能够接受的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打赛啦 ，take 家啦，这样，然后那这服务生有点不大合格。好，你知道，态度和蔼可亲，其实就已经很够了。国外也是这个样子啊，不要骗我们没吃过国外的餐厅哎、欸。不要欺，不要以为我们没吃过啊，国外根本不这样哦，骗笑哎。我们奉为上宾，把你奉为皇帝了我们。这种是要吵架，对啊。是不是？你只要不要这种态度就好啦。对啊，服务态度好就好啦。我们拿一个啊，打 take 紧啊。对不对？像这种就不大 OK 啦，不要这种态度都是可以啊。像那个叫那个，你如果要叫外卖的话，那你是不是最好还是给人家一点的小费？因为毕竟人家这样千里迢迢的这样子把你送到府，就因为你一个懒字。那你好歹给人家一点小费嘛。还有那上次有一个不知道叫人家爬到几楼，干你没有拿个几百让当小费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太畜生了。对啊，台湾人都太 OK 了。哇，这炮真的好强哦！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不要那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不要一脸塞，被夹下夹小啊，这样不要这种态度，我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哦，二十楼那个，你没有拿一千块给人家当小费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。你要啊，人家好歹给你送过去哎、欸。
如果你是你去那边打工，对不对？你也是为了活口啊。那你在活口的时候，人家送过去还一脸大变脸。你给一点外送费，你不用给太多嘛，你有给个50，给个多少？是不是大家都？哦，妈妈，外面开始在嗨嘞！我们外面开始在嗨了。我是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跟好的比，不要跟烂的比？你都知道香港的不好了，你还去跟烂的比？可是我有遇过服务生是大变脸的，那个脸超级臭。左边，对啊，我们现在这边开始在嗨，外面广播已经进咯，进咯，好嗨哦，麦克风给喊到新港都，全新港都听得到，啊妈妈，超好笑的，因为我们新港是新港乡，然后啊那个电线杆外面都会有那个麦克风，然后乡长只要用麦克风呢，就可以跟全新港的人讲话。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啊，就会听到乡长那边，今天哦，有迄疫苗吼，迄宠物的疫苗免费的吼。啊，你若是要拍的时阵吼，安尼赶紧吼，迄几点到几点啊，大家要小注意的哈。哎，啊不然，然后就是类似像这样，超好笑的。大小猫主要回去了，今天就要回去。等一下11点实况完，我就要先赶快关实况，因为我要去那个跟我妈去拜一下大小妈祖。叮咚！哦，鞭炮开始来了，砰砰砰！有人在推我欸，
我的队友，我的队友还推我。我把那个门关起来一下。队友还推我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咪欧家好好，不用装模组就有真实跑的，没错啊！我把麦克风拿出去，长江黄河，对，好好笑、哦。不要奇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战车会移动？我有按到吗？但 PS4 真是啊，越做越烂哦！原来是队友在推我。哎、欸，有点像爆米花，这得爆多大颗的爆米花？披萨吃到饱，感觉不赖。鞭炮声会持续一个晚上吗？没有，妈妈他们是不是11点还12点要走？11点起叫。对，他们11点的时候要起叫，这样子，所以应该会。所以这两天其实真的不适合开台，因为鞭炮声很大哦。啊，我的头发，好痛。啊，如果我觉得啊，爆米花应该要出什么帝王蟹口味，吼，感觉就超棒。新港那么小，栗子收到，妈妈有栗子吗？没有。这几天那个这几天哦，那个送货的也很辛苦，你们这几天可千万别送货啊。那个这几天送货的都只能把车停在超外面，然后再用推车的方式推进新港。但你们真的不要再虐待那个送货人员了，最近千万不要再那个。啊，不过还没收到，应该是干脆就放弃，还没寄。我跟你说，北港、新港是这样啦。过年完之后，哦，还有那什么元宵节，然后接着就是什么那个北刷屯骂会去北港，北刷屯骂完呢之后就是大甲妈祖，大甲妈祖是来新港，然后接下来是农历的3月19，农历的3月19就换北港。那北港的热闹一共会持续5天，其中2天会绕境，然后5天是义阁。那这个义阁呢，是只有北港才会有，真的、啊。我今天才看到那个黑猫用推车的推进来，超辛苦，那个车子推车还推超大的。应该是礼拜六再看看，最近他们进来也不方便啦、啊、那个闹街的那一些全部通通都是那个
三月十九就超盛大了，而且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好，那个农历的三月十九一定要来北港看，因为北港的一格车，全台湾只有北港才有，所以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来参观一下北那个一格车，是非常有趣。有啊，我看那个送货员一脸大便，推那个车，然后脸超臭，超好笑的。不知道他们不送又不行。Seven 总是要补货， Seven 要补货也是推车推进来。在这里，啊，炮管坏了。啊，没办法。平常会看别人实况，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打电动，所以可能不大方便看实况。欸，我之前不是有一个游戏，它是你要组好那个战车，然后去攻城的吗？然后现在我有找那个科一有帮我找到中文化，然后我们今天用中文化之后，我们来玩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感觉挺好的。爸爸啦，爸爸来了。是啊，他客气啥呢？哎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爸爸。爸爸挥个手。爸爸，你在练外丹功哦。那是我爸哦，不是男朋友哦。他男朋友没那么帅啊。白痴哦，谁跟你说这个？好听。我快被我爸笑死了。不然这样子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跟你们说好了，不然这样子好了。十点的时候，我跟我爸妈先出去，然后我用那个手机实况那个大甲妈祖给你们看。这个你们要不要看？如果要的话呢，就差不多十点的时候，然后我带你们，我就直接实况拉到那个大甲妈祖这样子。我根本没有提啊！我走啊！对对，我刚刚有提 ，sorry。喵喵喵喵喵喵喵。狂输哎、欸！我看看好了，24000。哦，要不要加自由经验？算了，加什么自由经验啊？花钱买。Yes， 太爽了！我觉得我的车子，妈妈，我在想，还是等一下我用。在下雨呢。在下雨哦。现在在下雨耶。好啊，我试试看嘛，好不好？就，可是你们可能听不大到我说话，因为我尽量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欸，有可能我太矮，我只双手举超高。大家来看看这个，大家来看看这个，不知道欸。
国际现在好像我没有。等一下我来看看哦，等一下我们要去的时候我就开实况开出去，这样让你们看一下大甲妈祖。哎呦，那我手机先充电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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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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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有啊有啊有啊！谢谢你们的泡面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有看到马吉已经在肚子里了，放了一天，不晓得会不会后门失守。总之半夜我们就知道答案了。有啊有啊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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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是耳麦这个收音，这种东西就是这样，它很傲娇，就该收的音它不收，这不该收的音它收的很爽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总之我也习惯它的傲娇啦，咱们什么话都不说了。哦，有啊有啊，我妈还说你们一来就，你们还在我家门口在那边罗密亚，然后隔壁的邻居还来在那边说没啊没啊没没那个人，干好好笑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哎、欸、啊！你们那个乌龙面到底要不要跟我去吃啊？会不会最后只有我去吃啊？干你们这些没良心的，可不要太过分。哦，我尽力了嘞。哦，好耶、yeah, 还好你们还会跟我去吃。我妈妈也说哈厉害啊，我跟你讲啦。嘿，到时阵一定没人要请你去吃。我说 No, I can't believe it. 大家不会这么有良心的。啊对啊，哦还要做报名。啊那个报名怎么办啊？没有，大家各付各的，我穷死了。什么？你那天要去看偶像，不去吃？你的偶像不是我吗？It's not me。哦，忘了，我是宠物。因为我们要先定位啊，听说那一间还蛮有名的。
然后我们再集体客诉他，还要在那边剔牙。哎呀，不是啊，剔牙。要不然在我们家外面大声唱歌有病吗？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要来的时候，拜托就是先，至少你跟我知会一声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每一个人来然后都不说就直接冲我们家，这样老实说还是多少会造成困扰。你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忙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你们不先说一下啊，我也没办法招待你们，还是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就不大好？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你要来的话，你至少告诉我一声哈，就是看一下，例如说我在不在，或者我方不方便，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啊。我也可以及早就是准备一下你们的，例如说伴手礼还是什么，不要让你们两串交的回去，这样可能也就是没有招待到你们的感觉哦，这样可能不大好。哦。他妈可以再没评点，没有啦，因为猫窝里面有一个人在那边工作啦啊，我想说我们大家一起去给他捧个场啊，请他集体伺候我们啊，这样子哦，你懂我的意思？给我的喜饼，我其实根本还没有要结婚。Hello，Hello， 哎哎，就哎，我妈还有认出你们，我妈还很得意哦。我跟你说，我还知道他们谁是谁。我跟他们说，哦，你是糖糖，哦，你是人兵，哎，这样，好好笑。我妈还很得意耶，说她都知道谁是谁。牛肉面，我们是要吃乌龙面啦！牛肉面，你是要去找谁啊？我妈也很得意耶，啊，我都知道他们谁是谁。我说你是糖粉，你是人丁。我说我操，我搞不好都没记住你。所以其实我妈才是实况组对吧？我看她记得挺好的。不穿呢、欸。我们是要去吃那个啦，是乌龙面啦。你是要去哪一摊啊？
那个是你自己揪的吧？胡说八道！我们是要去吃，我们是要去吃乌龙面，好吗？打了有没供？真的，你知道其实烤肉的时候啊，我一边穿那个料啊，然后我妈一边在那边说，我一边腌那个鸡翅，我妈一边说，你确定有人来？会不会这些全部都要我们自己吃？我说应该是会有吧。然后我在那边腌那个鸡翅，我那时候其实我也很担心没有人要来啊，紧张死了。还好，因为地点还其实对你们来说是还蛮偏僻的。就蔡明运跟我说的方法、啊、你去试试看。我那时候超担心没有人来的，整个烤肉的肉准备超多，鹅啊也买超多，我整个就很担忧你们没有人要来吃。6月18哦，哦好啊好啊，对啊，我在腌鸡翅的时候，我妈一直在那边唱衰，会不会没人要来啊？我说会啦。对啊，就是去年的感谢鸡，会不会没人要来啊？会吧？会不会怎么样啊？会吧？会不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会吧？对啊，然后我妈就开始各种幻想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要来，那些报名的啊，都是爆爽的，万人响应，一人到场。然后还好那个有很多观众有开车，所以回去的时候就大家车子这样挤一挤啊，然后一起把人都送回去这样。对啊，还好大家有来，我好担心大家没来。然后我们还做了一堆的活动，就是让大家唱歌啊什么的，还有空拍机，我觉得你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厂商问我，你们还有空拍机哦？那你们那个实况是怎么办到？怎么办到啊？就网路线超长的拉一条，从家里拉来外面，然后就实况。然后还问说要怎么弄的什么的。对啊，我们那一天还有空拍机耶，然后那个每个厂商都来问，你们那个烤肉还有空拍机哦，是怎么实况的这样子？他就问说我们怎么办到的？我说啊，就有观众带空拍机来啊，真的，你知道那边有多专业吗？有的人那边架垃圾桶啊，有的人在那边架实况，然后我在那边，我只有忙着在那边载观众而已哦，然后还有人把那个。我那个 C920 那一台啊，用铁丝把它吊在上面，然后可以鸟砍所有的人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什么卡拉 OK 什么都拿出来唱，这样超夸张，超夸张的。然后那个实况的电脑，他们还问厂商还问我实况电脑是在哪里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实况的电脑啊，就把我家的那个，把我家平常在打电动那一台电脑直接搬到那边去啊，就这样实况啊，超夸张的。我来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、欸、啊啊啊，我的视讯嘞，在上面啊！一看，哎呦，我C920怎么在空中啊？然后一看，有铁丝吊着，这样。对对对，拿铁丝就这样来，好笑，很夸张，很夸张。就刚好大家都有技巧啊，还有一个好像是什么，本身就是比较会弄那个电线的、啊，吼，那个电线直接牵好这样。”还有人对罗马屋超多人，真的很屌。还有人拿那个网路线啊，是那种超长的，对，还双萤幕，网路线超长的，然后从我们家的网二楼，我们家的二楼的网路这样一路拉到一楼，然后再拉到对面的国小，这样子超夸张，那个超屌的，
厂商每个都来问，欸，你们那个空拍机怎么办到的？我说啊，就有人带啊，就有人带啊，超好笑的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夸张，怎么办到了我也不知道。好像忘了，欸，因为那一天真的是哦，好忙哦，超忙的。真的，大家都说我不是，因为我太忙了，我一直在接送。波波有趣啦，啊，我就装在猫笼里面，然后波波就变欧北干呀，然后我就再把波波放回去。真的，大家各有专长。然后还有人拿铁丝哦，这样从这边拉到那一边，然后再弄那个垃圾袋，这样子真的很好笑。真的，阿俊总指挥哦，那天没有那个什么国建啊、阿俊啊，还有一堆人帮忙的话，我想我应该办不起来。观众实在太强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一天真的蛮屌，尤其是空拍机的部分，真的屌炸天。很好笑的是每个厂商都跑来问我，你那个活动是怎么样啊？哇，还有空拍机，这就是，干，我真的是很好笑，真的，每个厂商都以为我们有什么，我们那一天可能有什么很专业的技巧还是怎么挖的，其实没有啊，大家就是动点脑啊，一个反正客难嘛，能够解决就好，超夸张的哦，那个真的很夸张。每个厂商都以为我们的那个器材多专业，其实就我平常实控的电脑，然后搬过去这样，就这样而已。对，有本事开工程车来，超夸张的。我说啊，就想想那个中华电信，最近网络不大顺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有本事再把工程车开过来，超夸张的。我看到都叫，对啊，空拍是蜜蜂。真的完全土法炼钢，拿铁丝把那个视讯吊上去就解决了，就这样。对，我每次回来那边都会再更进化一点。我好像在玩什么神奇宝贝哦，靠腰这个炮超长，这该不会九阶场吧？干，真的是哎，我们七阶又退后一点好了。对不起，老大，这个位置就让给您了。我去旁边吃屎，我去旁边吃屎，我去旁边吃屎，我另外一边看看好了，超给力啊！我每次回来都吓到，哦呦，这。然后再去嘉义再载个人，哦呦，糟了。凭我现在的炮打下体是不穿的。一些。哎，翁新之就是乌龙面的啊，我们就是要去吃他的乌龙面，哇塞。有啊，我们在讨论要去你的那个。哎，欧心智，我问你，你的那个乌龙面最慢什么时候要定位？
高铁站等等了一下，哦，对不起，不是，我真的是有点忙歪了，就是我一直拼命的去载人，真的是忙歪我了。他就不是说好三二一，然后拉炮，就有人在三，啪就拉炮啦，给他回信。明明说好数完三再一起拉炮，数三，哦，好好好，哎、欸，你想办法把位置保留一下，我等一下晚一点我就。我明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把它贴出来，然后隔天的十二点我就把人数给你，然后你再帮我们定位，留一下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去啊？真的不是，我真的很想载你们，但是真的人超多，我真的狂载都载不完，而且每次都说好，我都说好几点的时候大家集合一起载，然后就一个这个时间，一个那个时间，然后每次都载三个两个，三个两个，三个两个，我就要跑好几趟。不可能200人啦，我估计有20就不错了。对啊，我说三二一绑，对不对？就有人三二绑，靠，要再也不吓到啊！三二八，中小哎，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的一个拉面店，的一个乌龙面店，我们要过去，中正纪念堂一号出口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接下来印度火车一样，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那个，接下来有一个活动是蝶舞的活动嘛，就蝶舞的，因为刚好是北中南三个地方，所以蝶舞的活动到时候我会配合，就是北中南三个地方，不是那个时候高铁 车站比较近，然后有人说他要去载，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不然给你载这样子，然后我去载那个火车站的，因为火车站比较远，我不好意思让你们跑太远，所以我来载这样。对啊，预备三，尴尬了。刷赛了，今天狂输怎样？好，最后一场，之后蝶舞那个北中南刚好搭配我们的猫窝聚会北中南这样。所以预计是五月的时候，对，二一、二二跟二九这三个地点。雅味儿，干，你又来 Cosmo，
对，我到时候看一下丢。嗯，这要问一下，反正是五月的事嘛，四月底公布也都可以。这台是啥？那是八街场。嗯，对，高雄、台中、台北三场。也不是啦，因为我这台车不是完全体，它就是一个白板车这样，然后所以你就要一直练它，练到完全体你就很威猛了，威猛哥哥，威猛先生。哦，那个是其中一天是搭那个蝶舞的活动。三场都是蝶舞的活动，然后结束完我们都会一起聚餐这样子。那其中有一场的是我们会挪过去蝶舞那边的聚餐，就是办一起啦，是办一起。因为高雄的话，我也不晓得人气怎么样哎，反正到时候看看。别我一直跟我说他很怕没有人，我说我也比你怕，我也颇担心一把的，我们一起加油好吗？我是这样跟别我说的。哇塞！我要GG了。巨巨是密达。Hello。对啊，蝶舞那几天有一天是他的那个生日，没有？你知道蝶舞还问我说，要不要结束之后我们去女仆餐厅吃饭？女仆餐厅，我从来没有去过女仆餐厅哎，我有点兴奋。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？我们可以骚扰女仆吗？例如，这位就是让哦，感觉很棒哎。OK。乌龙面就是那个翁信志在那边打工啊，我想说我们可以办一个活动在那边，就是直接做一个那个